厉害呀、啊！来了啊！好吃啊！傻瓜，没看到。你今天干嘛去？搞来保护他。帅妹，啊，这个帅妹，好用，爱用，他应该，我不知道，爱用。我宝快要回家了，三月三，最后一天。不是四月吗？他现在三月十三了。三月三，哦，就最后一天，就不能展出了。最后一天，而且会帮他办那个什么送别会啊什么的。的哦，一定哭死。他们很会营业、啊。真的，那两个爷爷真的厉害。二十四小时，不，当天全直播这样子。真的、哦欸，你如果有看的时候传给我啊？怎么看？你不会看吗？我不会看。哦，我想说你都知道了。你会换左边吗？对啊，两边牙要就是平均磨。他妈有小巴吗？我看那个乐宝，他就是一直都一边。我上次去看他就是一直都一边。他现在越吃越厉害了啊！啊，有姐姐的味道哈、啊。姐姐，姐姐真好吃。姐姐细嚼慢咽的。谢谢狼吞虎咽。哎呀，啊，姐姐这样，那个牙齿，姐姐这样，他们牙齿一排一排就这个不好吃掉，牙齿这么高。这个元宝的牙齿跟他妈妈一样，因为他们已经有渐渐了。昨天是元仔上课啊、哦，对，我也是看，我看那个林平的，他很厉害，他都是连拍，然后用说故事这样的，不能录影啊。对，但是他用连拍的、啊哦，明明在意来，移动在意来，他都用连拍有没有？然后自己在注解，哦，一张一张很快放，就像录影。我看看下个月我，他真的好像是有东西啊，好像快走。有点赶进度、哦，加零点，加零点，可能有点及时。赶到及时就把自己吃一次。赶快吃一次啊！你们赶快拍一拍，遇到下班了呢。好忙。对啊，吃的这样子好像炫，酷酷炫。他真的赶进度，待会回去看有没有好吃的。我现在进去来看看得到吗？
看有没有看到。真的好小吃，它坐下来就很小。嗯，太小，太小，看它还会再大。感觉它姐姐比较可爱，比较大只。它姐都十岁了，干嘛大只？哎，吃饱了。很忙很忙，非常的忙碌。都没有。说起来就起来。他上去吃了红萝卜了。阿婆好香。哎，又路过了。他现在在等晚餐呢、啊。这边吃的差不多。找到。平常在吃呢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胖嘟嘟的。圆嘟嘟的。胖嘟嘟。胖嘟嘟哦。胖嘟嘟。小小小。阿法他在干嘛呀？看着你。确实是阿法。阿法就。哦，对呀、啊，他是啊，一样的，陈博士的头是元宝，已经过去二十年了，看着头在那边在晃晃晃，有看到吗？哎、欸，看得到。讲红萝卜，这边的功能啊，红萝卜吃掉。对，他们的功能，啊，他们双双。啊，现在红萝卜加呀，嘿，嗯，还黑点回家。内底做做物件好吃真的、哦。可是有时候我们看不到了，好像对啊，竹笋十几斤了，还有红萝卜啦，窝窝头啦。